这个地方哈，它现在要这样进来，因为前面没有平台，那个都要走石子路。那这个石子路，我们一般推轮椅或是电动会在那边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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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石子一直喷上来，但是就没办法走，变成那个什么空转。那我的建议，最好的话，他们今年如果有经费啊，直接从这里切过来。好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边？直接切进来，就不用再经过人家的路。这边刚刚听的好像是私人的，你要去跟人家协调。那你直接这样子切进来的话，就解决掉了。哎，从这个地方啊，就到的时候就这样进来，这最理想。要不然的话，你要做前面的话，你要做一个至少一米半的那个150公分的这样的一个宽的平台，它要先进来再往上走。所以这个跟人家跟那个什么那个私人讲的话，他不一定会同意，1.5米到那边去了，也就是他车子进出的时候，或许会去压到干嘛。